中国第一美臀女子，拥有魔鬼般身材，性感至极。中国网络上出现了第一美臀，一位名叫金燕的年轻女孩，在网上公布自己多张性感照片，特别突出她的臀部曲线，换来超高点阅率，被网友称为中国第一美臀。中国女生金燕，中国第一美臀金燕籍贯在北京，身高165公分，体重44公斤，有着清纯脸孔和魔鬼身材。这位北京女孩平常在石油公司上班，偶尔兼差当平面模特，拍照时很会摆造型，在照片中展现万种风情。而为男人装拍摄了系列照片后，更是一炮而红，被网友封为中国第一美臀，其博客也赢得超高点阅率。金燕的博客网友留言塞到爆，纷纷盛赞金燕的好身材。不过金燕看到自己被称为美臀美眉，直说这不知道是褒还是贬，因为她拍摄博客只是想让大家知道，智慧的大脑和美的形体是和谐的一体，爱美的女孩不见得浅薄。这组美臀照片确实很养眼了。好了，我们暂且不去揣摩这位美臀美眉公布照片的初衷，不妨来品味一下这位美臀美眉的不俗言论吧。智慧的大脑和美的形体是和谐的一体，爱美的女孩不见得浅薄，但愿各位爱美的 MM 都能做到身心合一，内外兼美哦。中国女生金燕，中国网络上出现了第一美臀，一位名叫金燕的年轻女孩，在网上公布自己多张性感照片，特别突出她的臀部曲线，换来超高点阅率，被网友称为中国第一美臀。